今天这桌菜是我用来招待贵宾的高级料理，而且我们现在在万豪酒店的贵宾房，所以大家就好好享用吧。原来这才是食物胶囊真正厉害之处，简直就是造福全人类。行销最重要的就是亮点，吴角，这又是一项非常靠谱的发明。吴角啊，你以前都是只想到自己，发明不出了好的东西，现在你的产品呢，注入的人性，哇，处处是亮点哦。罗宾，嗯，我看这个大厨可以退休喽。当然啦，我们都老了，以后的世代啊，本来就要交给年轻人。是啊，说起这个老了，我们还真的老了。哎呀，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应该要看到我的孙子跟孙女成家立业，看到第四代的时候啦。吴角，我看你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要是不爱，你有对象吗？当然了，当然有啊。其实我的对象就是其实这个年轻人挺帅的，跟胡爱蛮相配的。你有空啊，多约约胡爱去约会，培养个感情，去吧。罗爷，不是罗哥，感情不是靠乱点鸳鸯谱就能成的。胡爱，现在可以这样跟长辈讲话呢，没礼貌。可是他，姐。我们今天难得祖孙三人吃团圆饭，而且今天大家都在，不要生气嘛。这样好了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惊喜。蝶豆花梦幻饮来喽！加那种化学原料，虽然看起来很鲜艳，但是这东西不好啦。爷，这不是化学原料，这是纯天然的产品。这几杯蝶豆花梦幻饮，油脂变蓝渐层，看起来好梦幻。其实它是由泰国所引进，名为蝶豆花的天然植物制成，在正常冲泡下。蝶豆花茶 pH 值为 4.5， 呈洛杉菌为蓝色，喝起来没有味道，为大自然的酸碱指示剂。只要遇到柠檬， pH 值会降到 2.5， 呈酸性为紫色。如果加入碱性物质， pH 值会回升到 10， 这时候通常颜色会变成蓝绿色。谢谢。罗哥，来，我们大家一举杯，庆贺我的孙子吴角一切成功！耶！好喝，好喝！吃饭！吃饭了！罗爷，我帮你夹。吃饭！真好吃！哇，爷爷你。我这就用手，口味都是好吃。那后面还有羊排，
见。洋洋，你累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怎么回事啊？不要吓坏咱们淼淼啊！嗨，微微，你看这个功能酷吗？这是我在 VR 眼镜上新增的功能，三度空间视讯对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都往我这里丢，包括你的坏心情。是很有趣呢，微微，我感觉得出来，你现在的心情也瞬间好转起来了。有事快点说，我还有很多工作。好，是你说的，那我来咯。微微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我要跟你说。让我来场约会吧。我最喜欢不可能这三个字。因为这三个字有另外一种意思，那就是挑战。没错，挑战。挑战，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你不会答应跟胡椒约会吧？微微，这束花是我对你不变的心意。东西啊！大人，你不要热死！你还送那个出家了？哈！死人是不是？来，慢慢走。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惊喜马上要来喽！现在，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，请看，美吧。